大家好，最近我因为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，心情不太好，所以就没更新视频。刚好最近也是遇到了奥运会期间，我就天天沉迷看比赛，通宵达旦，日夜颠倒的。再加上做手工包的事又遇到了一些障碍，所以就没什么心情更新视频了。我现在的心情也还是很焦虑很烦躁，什么事情都不想做，感觉连饭都不想吃了，天天通宵，快天亮才睡觉，然后下午才起床，然后手工包的事也先暂停了，后面再看看怎么样，再说吧。